是小男孩的小阿，我是你，我是林老虎，我是妮小虎。那我们今天欢迎来到林林的音乐教室。好，首先我们要谈的是老松鼠，这有点不熟啊。你要先谈老松鼠哦。对。好。是开心的玩。作词是谁？作曲是谁？作曲林林。那看够不？作曲林林，作曲林林，那个，这不用管。没有作词，好来，就谈吧。没有作词的一。都打掉，我都连都打掉都听不见了。这首你以前没有弹过、练习过课本里面类似的，是你自己做的？你自己造的？那把它弹顺，真的可以当那个主。其实他那个我看的112有一个妹妹爱看的，然后呢，我就照他节奏弹出来的这首曲子。哦，是啊。这是一种作曲的由来。所以跟他曲子一样吗？跟他的曲子只是音像而已。音像哎，但是都是你自己填的呀。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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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因为觉得有点，包括有点熟悉，有听过感觉。滴滴。那个嗦发咪瑞嗦这几段都是我听他的，虽然他不一样，他是叮滴滴叮叮叮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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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是这样少一个这嗦发啦。哦。所以其实还蛮类似的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没关系，弹的就是你的了。再来，多弹多弹顺，弹顺一点，爸爸要一次解决那种。你听一下这个。哦，好快哦！好了，来。好酷啊！嗯，这我自己造的，我之前就弹出来的，只是我爸加一些后边的改化。好来，好。再次，从头到尾没有错的，就可以拿来当片头了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还要去订阅我，按下下方的小铃铛，可以收到新的影片通知。那么下次见，拜拜！还记得订阅我嘞！
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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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